第一次钓鱼接触钓鱼就是爸爸带去钓鱼，然后就有一回在五岁的时候，就带了我去，当场就接触了整个钓鱼活动。但是虽然钓上来的都是小鱼，可是当时就感觉到很有兴趣。当初你会沉迷于钓鱼啊，就是你第一次和这个鱼通过你的这个整套钓具、钓线和鱼的第一次接触，那个就是和它有直接有一个接触，就是那第一次那个感觉，通常就是会令人中毒，也就是这种感觉呢，会令你痴迷，真的是痴迷，疯狂的这个迷上了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那和那个鱼触碰的那一刹那。刚出来社会是做了好几份工作了，都接一些技术人员啊，对，刚18岁就出来社会了，在工作方面呢，这个常规的一些工作方面呢，就觉得实在做不下去了，因为你自己也没有那个很大的这个兴趣啊，或者什么在动力啊在哪里，反而在倒掉工作，我也感觉到很有浓烈的这个兴趣。那我在2013年的时候，就是兼职做导钓，累积经验，到了2013年，就自己开办了一间属于自己的这个钓鱼组织公司，然后全职性投入这个导钓工作。很多人都说，钓鱼可以培养耐性啊。其实我钓了这么久，我觉得。可能是有一点点了，整体上来说还是没有了。我是有时候感觉到自己的还是耐性很不足的，钓了几十年了，都差接近40年了，在耐性方面，我不觉得我有培养到有一个很好的耐性啊。我的生活可能在物质上，叫物质上是没有那种很奢华啊，什么豪华什么没有。可是在我在这个心态上肯定是非常质量很高的，所以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。这个是以前你不敢想，真的不敢想。以前你打工的时候，你从来不会想啊，就是打工，我要赚多多钱，我要成为老板。可是当你看淡这些，我不需要赚很多钱啊，至少我不需要，就足够就可以了。然后更多时候就是。我更加享受我目前的生活。我在马尔代夫的最后那两年的时候，就跟我老婆，现任老婆走在一起，然后2008年我回来嘛，然后回来就没有再出国了。跟老婆就结婚，如果你爱上钓鱼，当你更糟糕的是你把它成为事业过后，也意思说你很大部分时间你是不在家里的，这个很少身为老婆或者妻子的可以接受，是接受不了的。我是非常幸运的，我的这个老婆她很独立，然后她也要有自己的时间，因为她有自己的事业，然后再加上在结婚之前我也跟老婆就是类似约法三章已经说好了，结婚后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，大家互不干涉，约法三章。
所以我非常幸运啊，没事。